好，那现在带大家参观的是1003号房哈，十楼的，它是三井的同趣家庭房，四人房，一样就是9到11平，就大同小异哦，就是好开放的一个行李架区，然后衣柜、保险柜，好四双拖鞋可以带回去的，好一样每一间房每一间都会有浴缸，好基本的备品，小朋友部分啊，他们会可以换成这是儿童牙刷。好，那就是干湿的分离，干湿分离的淋浴间是茶籽糖的，茶籽糖的沐浴备品。好，那我们，好，那我觉得比较有特色的是，它这边会有一个拉门，很棒，很贴心啊。对，提醒一下大家，就是他们这个浴缸部分啊是奈米牛奶打浴的哈，大家一定要泡一下，非常的特别。就是水弄8分嘛，然后把它去开起来。这就是他们同趣房的部分最大特色，就是他们会有这个很可爱的壁贴，他们投成一些故事的壁贴。那床的部分都是160×200公分，好，就是一样是9到11平的大小。桌子、液晶电视、基本的小客厅、沙发区都有。然后阳台的部分呢，出来，哎，这间好大哦。如果一些边间部分就会大很多哈、哦，你看阳台。好，可以看到一些山景，哎，这边可以看到海耶，哇，我觉得这一间好大，发现新大陆，这是边间非常的大，你看海，然后龟山岛在那边，天气好部分这边就是山景哦，非常漂亮。好，然后这边是中央山脉、雪山山脉，然后礁溪15分钟左右，这个是游艇造型的 Starbucks 星巴克。好，分享给大家，谢谢。